翻译它什么意思？仓促泛化的谬误，泛化的听得懂吗？泛化，你看它英文叫 generalization， 就是什么东西就普遍化了，而且是什么 hasty， 就是非常急躁的。我不管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不想思考，不想求证，我不管你就是这样。hasty 这个英文多好，可是它过急，对，过急啊，就是暴躁急躁。它其实就中文里头讲什么以偏概全啊，你没有知道全面的，就用这个偏来概括全部，全就是那个 generalization 那个字，你看。跟生活怎么办？再回来看这个理论书吧。啊，姚文智先生，谢谢他为我们解说。啊，跟生活，你这够生活了吧？这够新的教材了吧？姚文智先生发生了什么事？嗯？等一下，我们看刚当选的新市长。柯文哲先生又有什么？怎么还没传到？怎么还？我要先看柯文哲。看错资料去了，看一次，是啊，剪辑剪辑，好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看 Google 找得到找不到，这是柯P的吗？刚刚剪，这是他来我们学校红发一周，修短随化，终其于尽，对不对？给科批什么启示？刚才跟你讲，人生要去读，读兰亭集序的价值。博士他是兰亭集序，是教你怎么去读人生啊。他是不是也是每览其人心感之有啊？若何一气啊？啊？他看到他的偶像逝世或到启发，重要是什么？你如果什么都去不会去读，反正就是当做一个新闻，对你有什么启示都没差。那有什么？所以就是看到前面的人都这样，所以王羲之要怎么样？那要好好读书嘛，他才会留下这个嘛。你看科比就讲什么？既然人都会挂掉，上传好，原来没有刷新就不行了。这怎么变两份？对，既然都会挂掉，上面的大字有没有？都会挂掉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课文里头来一句“死生必大矣”，对不对？死才是最大的，其他都是小康，都会。嗯，挂掉不就是死吗？哦，那你科批的那个姚先生的吗？哈，看他给我们什么启示？看啊，这我手机拍了啊，我就是看到这个，可以当教材啊。我也在读生活啊，读上国文跟生活，你看，就干掉台湾事啊。民进党跟柯文哲被你害死，都是你出来了，
害科批选的那么辛苦，都滚出政坛，对不对？他都会讲这些话。这我问你，他是不是也在用国文？那你在读，就读了。你这时候脑袋怎么转？你只要没受过思想方法经验，接下来这个。下一张嘛，就是签名这里。哎，这里网友就网友学不学博文？不学他会写这些字啊、哦？就跟你讲，直接上厕所都要用到博文，是不是？你在讨厌国文学不好，不喜欢思想化嘛？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是对了，是这个，原来还是科批哦，不是姚先生。你看，意思就是我不念了、啊、哦，应该我没有意思，好像是科批没想到台湾就不需要认真的人，他觉得科批比较认真了、啊。但我不予置评了、哦、可能见仁见智。哦、意思就科批选不上，难道一定要靠政党靠霸才能选上吗？那以后我就不要选了，为了以后台湾就这样了。他犯了什么错误？这种都情绪语言，当然我们讲生活简单一点就是情绪语言，你也不会把它当认真。可是他也是很认真在发表他的高见，对不对？他犯了上思想上什么错误？就是这个啊。他是不是 hasty 很急躁？科批选不上，他就急起来，就躁起来。静躁不同，我们才讲过，重要是心嘛，他心已经乱了，发表了一些言论，然后呢，整个 relation 台湾。科批选不上，表示台湾都不需要认真的人呐、啊。一个科批把所有全台湾都普遍化，不泛化 ，generalization 是不是？是不是 generalization？ 是不是？你看推广，是对一群势力做的结论，这种结论是什么？但并非所有的势力都经过这样观察，所以看到一个科比选不上，他觉得台湾再也不需要认真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台湾本来就不需要努力的人。他在用国文啊，他在用脑袋啊，发表他这个高见。你会不会发表类似的高见？就算你不发表，你也会读到这种高见吧？那你看到这种高见，你要知道他做了什么示范啊，不要笑人家。人家是一面镜子，重要是提升自己。你以后会碰碰到这种文宣或碰到这种，你会不会知道他在用什么，在迷惑你吗？或者蛊惑你啊？是不是？像之前的会啊，我选情告急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不选我就怎么样？不选我日子还是过，不是吗？现在也证明了嘛。可是当你在那个文字情境，你在文字魔障里头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被蛊惑嘛。这时候，假如你有这种思想方法，你就知道他言语里头带的哪些是过激推广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他，台湾就没有未来。哦，台湾只有你一个。常常生活中有多少这种言论，那、啊、都不愿意看。人家在讲什么叫过激推广，然后跑出来了。对，这一题很少人不写的。哦，你们都很多高见。那、啊、你们知道什么叫过激推广？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们也在过激推广吗？因为你不知道过激推广，你却讲出你自己对过激推广的意见，那不就是这个讲的？你都没有经过观察，就觉得过激推广会怎样呢？这生活中最常见到是怎样？像谈恋爱或戏剧里头常有的剧情，被一个人碰到负心汉，全天下的男人都不好，是不是？被一个女人卖了，全天下女人都不好，被爸爸妈妈欺负，全天下都。或者爸爸妈妈很好，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就是这个嘛。最常听到我就这样，这叫责任的推选。你要那么急的推广全部，再回来我们课文，人都会死，科学一点，人一定都会死吗？未必哦，因为你有看过所有的人吗？真正的科学经验，你要真正点过每个人的人头，确定他死亡了，这才叫科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人都会死这个观点也是过激推广，你也是听人家讲，你目前也没听过没有死的人是这样，目前为止而已，我所知如此。可是你可以说确定真的每个人都不会都会死，有些人像
自古至今有很多修道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基督、西洋的、中国的一样，有些人他不想露，像陶渊明他就乡村隐那个隐居起来。有些人不想抛头露眼，他躲到哪去你也不知道，你真以为他死了吗？那你也是因为大家都会死，所以认定他死嘛？你并没有科学证实他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讲一个说，是不是人要死要见尸？人死要见尸，怎么样？所以用科学检验自己，才发现自己有多少破绽被保护。连科学自己本身很多，所以科学理论或定律为什么常常会被推翻？就是这样啊。假如他真的不是过期推广，为什么等到后面的人在研究的时候，发现他有些还是要补充、要修正的呢？就是这样。你看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个教授走进教室，就好像我刚发考卷，里头有60个同学，结果有一半以上不及格，我就说你们全班都不用功，那剩下那20几个，也把人家抹杀了，对不对？不就是这样吗？我那么辛苦教，考出来是这样，理工直接不爽嘛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然后迁怒，这迁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迁怒？我们常讲迁怒也是类似过激推广嘛，所以就跟那个 hasty 有关，刚好跟我们课文讲静躁不同，那个躁有关，暴跳如雷，暴躁。当你心一急、心动，就不会认真或理性的看待事情，就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你看英文用那个字多好 ，hasty general decision。我给你们的说良心，除非我没学到。我都是学到自己受用最精华最顶端，我都因为我不给你哦，我以后被人家质问或者被上帝质问的时候我会心虚，所以一定都是给最好。那你们收不收？至少我该一样接下来点名，我只有你们信箱的资料，最多电话，还不至于逼到我，除非你很认真上课。可是你为什么该学的没学到？我会比你还急，所以我可能我会打电话去关心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其他我可能就 email 啦。可是有一件事是你们同学啊，不知道那个同学在不在场，可能在啊，我只是在不在场，也许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他竟然留他妈妈的信箱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不要怪我。那学校留这个信箱，我那要继续这个啊，你会他妈妈是，然后语气好像很不好，然后我会叫他一定要找我谈谈。其实我们。我也许讲话会激动，可是你们跟我相处，我不是那么凶，不是那么可怕的，对，你也不是犯什么滔天大罪。听他妈妈那么讲，知道你在外面或者学校可能不用功。我本来要补充就是说，我会写信给你，是因为你上课有认真，我对你有印象嘛，舍不得嘛。那怎么考那么差？即使你没有很差，可是至少不到没有达到标准会心的。我讲爸说你。我多做这些事，学校有加薪吗？完全是良心事业，不做还是领这些薪水啊？有几个老师会给你课后辅导？自己的事去忙自己的研究或者休闲来不及啊。对，我以前也不会啊。我既然良心不安，就说良心安的事。可是我找你，当然不会强迫你，可以拒绝我，我只是求个心安而已。那我如果问找你几次，你不理我。我也就不理你了，可是到时候至少我把你当了，或者你该当了，我也就心安了嘛，对不对？相结不在哦。我要点名，接下来可能都会点，可能呐、啊，也未必，因为我要冲一下这个嘛，前面好多破百的，对不对？要冲一冲了，我看这个有点不大客观。张杰不在吗？加入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考几分了啊，考一下。所以我也给像你看以前98、99，还是最高93啊。最主要你要有互动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学到。怡杰，93好，刚刚都蛮没有看到你。锦鸿。刘玉，刘玉元刚刚不是有来在休息吗？刘
可以。不过有来我就不会算你旷课了，是那个 partner 吗？好像不是啊。哎，可是刘一刚没来吗？还是离开了？我有发到他的考卷吗？我就记他有到了，我觉得分数低一点，我回去再确认一下。就被我认识有好有坏。我给你们看别班的，因为你们分数不能公布嘛，班名也是这样，所以别班可以，你们不认识吧？刚好你认识，你拍谁了？这一班好像考的也不是很好，给你们看另外一班的。我说，哎呀，分数。那么差，第一个，看看人家拿几分，你们一起考进文化大学的，要看你左邻右舍都五十几级多少，就用十得分排嘛，或者人家再排另外一个学校。也许你只拿二三十分，你看看人家为什么可以拿到八十几分，你可能觉得好像如天一样高，登不上去，所以拜托课后多加点努力啊。看加分好了，因为学校登记分数不会破百，所以我才有另外有一个从最大到最小，你看我拿到129分，最后给他93，他至少没有读如何讲得清楚啊，没有，我全力至少扣他10分嘛，额外再送他上，那他人家至少扣，可是你看他十的还是不及格哦。这当然包括那10分加了如何讲得清楚嘛，加10分也许就64吧，勉强及格了。我主要是你不要拿这个，你看，这当没有来考的，也有来考的拿，有4分的、9分的啊。一起考上文化大学的，大家看一看吧。我给你看那个是自己警醒一下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迷失了？缴那么贵的学费来这里干嘛？不要觉得我出题很难，或者给分很机车，那人家为什么可以80-90？这是交出去的成绩啊！你看，至少这样看到的都是及格，70几分。对，见贤思齐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为什么拿20-30？绝对不是我出太难或给分难，你自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没别的原因，同一个老师，当然题目不可能完全一样，可不可能难易差那么多？不信有考古题啊，你看他们的题目是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班是连在一起上，所以我只出一份题目嘛，没有这个疑虑，所以我上传考古题只会上传一班，不一样。他的题目是这样吗？一个考古题有没有？要找我这个，注意哈，就这个，已经收到了哈。你的期中考试卷请拍照，我自己拍也拍不好，自己拍自己的总可以吧？你自己的杰作，拍照传给我好不好？主要是我们在讨论课后讨论的时候，我要知道你今天去看医生是不是要病历表？你的考卷就是你的病历表，我要看你哪里出问题。就是医师，为什么老师？那诊断你，医师是你看七星大法诊断生理疾病是不是？老师是诊断你学习障碍。你是哪里？大家都听，为什么人家可以拿100多分，你才拿20分？是这位输在哪里？我跟你脸上不会说我不行吗？我看考卷才知道，大家都很健康，大家都好认真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好不好？都要拍来传给我。然后呢，尤其等一下你看到你的预设越深，几点找我也会优先找预设深的。那你不要看到预设深的考不好，就像这一班一样，有吗？你看人家80-90，我还不是标预设，表示什么？你不应该只是这个程度嘛，尤其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要有80啊，100多，你别忘啊，金玉其外，败絮还在其中啊。
里头还有病啊，你不要我今天没病我就不看医生，等到病爆出来已经癌症末期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啊，为什么这两个分数刚刚跟你讲过了，给高你不该及格的，我怎么可以给你及格？给低的你确实有别的啊，他没有别的我也不可能再给他加那么多分啊，一定还有别的，可是他是犯了致命的上我又不可能给他及格啊，他其他也不能化为一物啊，所以只要也用加分的去补，也不能错了他位置嘛，所以也不能长他骄傲，哎呀我一百多分很了不起才54嘛，不要太得意，你不要觉得我才50好可能我100多哎，就这样综合一下，大学是讲道理的，两个死板的，是不是？以前的老师你也不要怪他只有一个分数，你们谁会花那么多心思啊，你看我还要给两个分数，呵呵，求一个良心啊，良心事业，是不是？讲一个尽量做到上上，这是另外一番，好不好？你看刘毅啊今天还不在啊，陈岩啊是不是？陈岩应该考得不差吧，对不对？你也是绿标啊，好不好？那你不要是你的事，你看那么多，我怎么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？你不要，你放弃权利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安，我已经告知你，你要主动找，哎，总要主动找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到大学了，你又不是重要的，还要老师主动去贴你。那只要我有空，当然我会挑优先的先找，对不对？诗画啊，那记得要拍照给我看啊，你的考卷要拍来，到时候自传也一样啊。到回去之后你拍照给我，诗画不散哦。亚铃手，一姐，因为刚刚比较没看到的同学啊，所以可能会分数给低一点。我有看到的，因为认真在听我讲的，我才会给你90以上。有印象，刘玉洁不在，没看到脸的可能就90以下。方月，韦忠，韦轩，确定不会认错人的，我就不念名字了，你自己看啦、啊。云彤不在哈，燕婷不在哈，好吧，纯雅流。一零在了哈，英童，邱湘婷，明轩，明轩是那个对吗？哈，你好。戴头这叫什么？有帽子的衣服叫什么？连身服还是？我记得有一个名字啊，那叫什么？啊，是叫猫衣吗？好像不是这个名字。我不知道哪一天在走在机缘厅，好像看是叫猫衣。吴明轩是你对？你在休息对不对？也分数要低了啊。确定你都没上课的或睡觉的，就会六开头，嗯、然后很没印象的都是七了，那是七月底反正高低了，尤其现在应该已经有点认识各位了。王希怡，例如是旁边那个，对不对？伟伦，啊、嗯，朱玲。金鱼的嘛，然后你们还在一起的。可是今天我还比较有看到你，可是上课影响。你看你前面还几乎都没来，难怪。红军，那你看，像这个同学正好，这个是都还是没来吗？你看你现在平时成绩才18，不是18，这不对啊，这是因为自传还没有分数，所以目前算零分，不是真的才18。上课平均才37，你要不要补？怎么补？
上课要发言嘛，一定都破百嘛。啊，你只要拿94，你自己去算，93随你嘛，好吧？我只怕你分助手，可是你们不在意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依安不在哦。哎，那个点名标照名单吗？林守堂，你知道了吗？专业摄影师。顺心，要记得拍那个期中考，明伟不在了哈，汽修了哈。艺兴，心仪，燕君。玉君是你的吗？啊，燕华隔壁的吗？啊，现在比较认识玉豪，现在满分大概就93了啊，就顶端的嘛。我像你们9899，就是这位，考都考不出来，经不起考验啊。玉心。摄影师真的很辛苦，你们还可以打盹，他都不行。有时候看他，你看他摄影，有时候在那，就在打盹了哈。就他打盹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可是他总不能摔坏，尤其他是拿自己的手机哦，摔坏自己的手机。刚开始我还没想，所以他可以免死金牌是有道理的啊。我就说，是那时候也是自由开放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你们自己不要的。可是不要有免死金牌就完全都不读书。我主要是这样，你忙别的可以，只要你是真的。可是只要你有读书，还考这种成绩，自己没学到，自己还是要加强嘛，比较。要有免死金牌就好嘛，对自己只是损失了。玉智，不善，于彤，雨彤，哎，你是刚来吗？对吗？因为刚发考卷，你没来，没拿考卷哦。等一下下课再来拿。是要念几声？三是鱼通啊，尾声，对不对？认识丽佳这个吗？丽佳，你对不对？影池不在，廖影池不在，秦慧，丽群。浩群不在，啊，嘉诚醒了，刚刚不算了，现在在睡，现在睡。明伟不在，八群，袁婷不在。家不在啊，我丽婷、佳音、陈翔不在，我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来了，只有第一堂课。世安啊也没有去，退选也没那个汽修，泽良、玉姐。天瑞、幼尼、魏文不在哈、哦，我就大概交代好了哈。这一题是问你课本这种说法，你赞不赞成？不是问你赞不赞成死真唯一，是问你赞不赞成。那他这个说法是对于《兰亭集序》的解读。刚跟你讲过，应该是他实写是这样没错，可是虚写他其实不太认同嘛，他还做到。
们就死生为一了。当然不可能是说生命在生命不在那个唯一，是说生命的价值，对不对？死和生是没有差别，所以死有生。那他，你看我们上课也讲过，他活几岁？60岁不到就走了。啊，我相信没有人不想，没有人说我这辈子才活60岁嘛。那你就算活到80岁，你说跟这个活不到60岁的哪一个有价值？这时候他不但是同寿，还把你翻转了，对不对？你多活了那30年又怎么样？对啊，当然是从那个角度才有这个论点嘛。谁会啊，活80年跟40年一样？你停在科学的观点看，怎么永远也不可能一样啊？是不是？嗯，人生的价值呗。所以为什么说会有那句话“塞翁失马”怎么样？天是非福，对不对？塞翁失马还是科学啊？丢了马丢了，很难过啊。所以人生的价值，他们判断本来就不是看眼前的利益。所以为什么成败都一样？你看项羽那时候多厉害，叱咤风云，最后还是败给刘邦，对不对？最后为什么那句话盖棺论定？啊，王羲之也是啊，盖棺论定啊。所以一时的失败，像你现在考不好或人生不得意，要那个嘛，那是科学，对啊。那你有这个，你人生。你有这种七星大法头脑的时候，当你碰到什么险阻的时候，你换个方法去读它，去欣赏它，去赏析它，你也去看到不同的桃花源嘛，对不对？基督教也有说，上帝关了一扇门，也会帮你怎样，开一扇窗嘛。可是，只要你永远停留在科学语言，你只会计较上帝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关了，对不对？你永远看不到原来这边还有一扇窗，因为你头脑转不动嘛。你看。蓝天奇旅里头为什么讲游牧城怀？拜托，游牧眼睛要动一动啊，不是死了，不是连植物人眼睛都会动，是不是？眼睛动，脑袋要动，所以要城怀啊，脑袋要动，怀就是心思嘛，要去驰骋啊，要去动啊，转动啊。我们接下来看的是，因为上次作者介绍过了哈，那个钟小姐，还有这个找我的同学，对，开始，已经开了忘了，在首页里头，课后辅导啊，我们主要都是介绍，课程介绍里头下面就有我的 LINE 微信啊，随时不可应有尽有，信箱。反正我们课后辅导主要是我，因为不是专任老师，没有研究室，有研究室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怕如果你是女生，我是男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安全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是不安全。听说以前有新闻聊一聊谈恋爱了或者怎么样，可不能这样就完全不那个了。哦，反正我们自己自爱就好，不要跟人家扯那些，有什么用？视讯比较好，因为不要打字啊，视讯也看得到了，就像面谈这样一样，所以要找那个可以视讯通话的，打字不累死，要讲多少话。啊，课程介绍也好，不要再问我怎么联络我啊，一开始就跟你讲，那刚刚点名你自己看到了啊，你是绿色的，拜托，就是我特别关爱的颜色，那你不联络我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所以我至少要打扰你一下，我有空的时候，我心里才会安。我如果要出去阳明山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我先问一下学生有没有空，没有空我才要才放进去啊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？不是我变态，我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因为我学佛，我是想往生极乐净土，极乐净土那里要上善之人，上的不是普通好的。所以自己想到能够做到多善，要做到多善。以后等到死的那一口气咽下去的时候，我才哦，我觉得有把握可以去。我今天这个是闲话，今天都讲一些闲话。今天昨天跟朋友讲，那个分享一下，然后他就说我学迷了。我以前我也会这样看人家学迷了，可是听到人家说这样的时候，第一个不是滋味，第二个我反而很是滋味，因为他肯定我是在认真学。你今天不认真，你怎么会迷在其中？可是这个迷不好，是你不要被他骗了，对，然后昏头转向，那这个自己知道警觉就好。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像我以前也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，我们不是在传教，我就讲我自己的故事啊。
我不相信。后来为什么相信呢？第一个刚刚讲过了，科学有证明它的存在，我凭什么不相信？我自己就质疑了。好，那第二个，我今天早上一个领悟，像昨天那个朋友就说你迷了，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。那我跟他讲，好，今天有人跟我们讲，我怎么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好，念阿弥陀佛。然后呢，我们不相信嘛，所以去听那些法师讲一些道理。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啊，这个法师讲话有语病啊，那个法师讲的怎么样啊？越听问题越多了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礼物，就怎样？今天好，我跟你讲美国多好玩，英国多好玩。然后人家说要去美国、英国，你要去哪里去办手续？结果呢，你听好、哦，要到哪里办手续？为什么要去那里办手续？你叫人家讲给你听，好，人家就跟你讲，因为要办手续啊，你才能去美国。结果你听那个人家讲那个为什么要办手续，你就想，那不办手续应该也没去，你就在那怀疑，懂了吗？那有一个人呢，他是不问这些问题的，哦，要办手续，乖乖就去办手续，他就去了。我突然领悟到这个，人家叫你念佛，你就念嘛，乖乖念，到时候就去，不要去问到底有没有啊，怎么样？就好像要去美国，我也没去过美国，我怎么知道美国有没有？叫你办手续，你要办，自然就去了。结果还去问为什么要办手续，还要开公听会，还要去听人家讲说哦，办手续的道理、根据、理由是什么，讲一大堆。那听人家讲还讲说啊，这个人讲的里头有没有语病啊，有没有矛盾，科不科学啊？反正打死就是不要办手续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学这个打死就不肯念佛，就去听法师讲。啊，那听了还觉得这个法师讲的好不好？这个今天听这个，明天听那个，那今天听佛教，明天听基督教。那基督教人家叫你信上帝，你就不肯照他的手续去办嘛？其实问题是不是就在这里？那今天就好像今天我要去美国，你就办办手续就去，还要去听人家讲为什么要办手续才能去美国，讲这些道理，你就把你去的机会给丧失掉。人生是这样赌的，我不是在强调，是跟你讲，我是这样过生活。我不是啊，我现在迷了，那些啊信佛又什么的迷，我随时在检验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迷。所以你看，有些科学家他后来也信宗教，你不要讲什么牛顿也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，牛顿你有听过吗？因为他们都没有宗教信仰，只有你啊，通常都只有那种小科学家自以为科学的。你自己去研究一下，所有大科学家几乎都有宗教信仰，你就知道你科不科学。所以哦，我为什么苦口婆心跟你们讲这些？不要被没叫你听我信我的，可至少听听不一样的声音，不要被人家误导。因为我们也是这样活过来。另外一个讲一个什么那个，哎，就这个，今天再看一眼，因为这个短，看一下就好。看一下短句，
看完了，在讲什么？科学语言，天堂地狱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科学证明了找不到天堂，找不到地狱。可是有人跟你讲怎么通往天堂，怎么通往地狱吧？就是刚刚讲怎么去美国，怎么去英国，跟你讲方向，然后你去问说这个方法可靠吗？根据的理论是什么？所以去听一大堆人讲到，就是不肯做。刚刚讲了，你心一念善，以后可能就会去天堂；心一念恶，地狱在哪里？地狱在你自己的心里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往哪走是自己决定的。这是什么语言？至少是文学里头的心理层次吧。对啊，拿一个最简单的现实，你做善事，你是不是心里好开心？我今天有帮助到了。你做坏事，在那提心吊胆，你已经往地狱之门走了，不是吗？这还要等到死后才能体验吗？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样过日子才会快乐。极乐世界为什么它快乐？心安理得嘛，上善就没有再有任何恶啦，怎么还会提心吊胆？对，你看刚刚那个和尚，他就是故意激怒他，你这个蠢蛋，那你被人家激怒了，自己动了。前面讲兰亭集序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说我是一个将军，看人模人样，对不对？西装笔挺，穿了一套官服，不言一世之内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心呢，经不起一句话的挑动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是蠢蛋，拿着刀就想杀人了，我不就是那个操偶师吗？你就被我操动了，对不对？我让你往地狱走，你不会往天堂走。可今天有修养的，你让我往地狱走，我不会被你勾动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不言一世之内又怎么样？里头是躁动，就完。可是你看他刚领悟到了，把刀收回来的时候，不一样，静躁不同。后面是静，前面是躁。那你呢？容不容易被别的外面的环境或别人一句话就把你牵动了？是不是？人生这样去赌，不是死脑筋。像我昨天那个朋友跟我这个讲，我有这个领悟，就是怎样。我今天学佛，不管学什么，你说我迷信或者这是宗教是迷信，我从中可以得到快乐，我生活的越来越好，我人也越来越健康，这不是才是重点吗？你管他是迷信是什么，我可以生活的越来越快活，越来越健康。有些人呢，生活的越来越愁眉苦脸，越来越身体越来越不好。你即使是家财万贯，即使再有成就又如何？是不是？就看人生你选什么嘛。有些人追求到最后才发现，哦，要的价值可能不是那个价值。来呀、啊！所以白话文呢，当然几乎不用解释，可是你会被读，就像刚那个短片。演完了，读完了，人家在讲什么？给你什么启示？对人类，我问你，我们为什么要读他的文章？这是中文音，那是他的财产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他一定是对人类有帮助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读他的文章？读兰亭集序也是啊，就是一定对人有帮助，不是光对他，不会有我。所以你要读出对人的启示啊。生活也好，价值观也好，文明也好的启示。所以读文章没别的，就好像刚过生活一样，对人生有什么启示，这是你要读的目的，懂吗？那文笔好不好，那还是启示的。今天只要文笔不好，读了它就像你刚刚看那个短片，只要对你有启示，那就价值所在，那才是真。就好像刚刚讲的嘛，不是西装笔外表光鲜是价值吗？内在。所以我才说，你看像课本那种解释，就是看表面哦，物言一世之内，静静的就是静嘛，然后放荡形骸躁动的就是躁，那只看表面的太肤浅了，内心就不管了。那每个你看做坏人要拐骗小孩，或者这个装的好属实好不对，谁会装坏人？对不对？谁会表现出来？他们要读到心里头的才是真价值。这个要怎么来呢？我们就同学要念。然后我们就那个讲解，所以我要找同学念。刚讲过啊，你有那个不及格的，我会先关照这些同学，帮他补一下分数。
可是我不会一直关照你，假如自己不主动的话，自己不想补分就算了，连课文都不可能。前面这个你看，你们辅导系统随便讨论区里头一个实境秀啊，中文音这个嘛，下面有全部教材下载，有没有？这是所有教材，你再点进去就进到这个。那你里头要去找一个东西哦，期末考当然不会考了，应该不会考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那个老师跟我一样想要出这一题吧。期中考我是必考这一题，因为已经没有期中考了。哪一题呢？白话文学你要怎么去赏析它？刚刚才讲啊，重点是读书什么启示嘛，你用登高这两个字去找啊，找到有一登高，登上高楼，有一个 PPT 档案，就这个 PowerPoint 档案，点进去看。今天只能讲的都快下课了，怎么样赏析白话文？其实不光是白话文，因为白话文，因为你字句几乎都懂了，重要是它的言外之意是什么？为什么人家都读得出来，我读不出来？就好像去看一张毕卡索还是谁的画，为什么不听古典音乐，人家听睡不着，我那个睡不着，听不懂那个睡得着？字词联想的敏锐能力啊，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你说文解字？一个字你可以想很多，就像刚刚你光想一面修短随化，对不对？以死生，你死就死，生就生，你就想不到别的啦。你还想虽死犹生，死非死，虽生生非生嘛，花非花，雾非雾，这样你知道的面就多了。所以联想力最重要，就是联想力很重要。联想力从哪来？要先抓关键字，能够联想的多的那个字就越关键。再来想了那么多怎么办？就像你那个答案那么多，单字想不会想那么多，你要记得带回去啊。只要讲的通过，都可能就是对的答案。掌握这个大原则，那随你怎么扯，所以叫莫须有，搞文字狱嘛。文字狱也这样来，他读到这个文章有这个含义，对不对？他陷害，他不会在表面上有这个意思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陷害人，你当然要有文字狱这种功夫啊。你不能光看表面的字，科学语言当然什么都没意思，就是这样，死日子生日生，所以就是这个大原则。所以中间有一个口诀，你可不可以记起来？不要见题目，不要看他写什么，要找关键词。下课。